气味变脸魔方积木，配备12个方块积木，4种色彩，每色3个，50张游戏挑战卡，挑战内容丰富多样，1本玩法说明书，内含详细玩法介绍。小朋友们首先将挑战卡抛置在桌面中央，分别挑选出1种颜色积木，拿取3个对应颜色的方块，翻开1张挑战卡。每位小朋友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将手中的方块旋转调换位置，并搭出挑战卡中的图案。最先拼搭出图案的小朋友获得这张挑战卡，最先收集了10张挑战卡的玩家将获得游戏胜利。